过来，趁现在没客人，赶紧吃吧。那我吃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碗面比不上你平时吃的大餐，但它就像阳光、空气、水一样简单。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可以给你补充能量，就像我们家鑫一样。是啊，是最简单却又是最重要的存在。现在我可以放心的把嘉欣交给你了。谢谢妈。被我使唤了一天，累了吧？不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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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吃完面带着嘉欣赶快回家吧。你要不要来点？想签就签，扭扭捏捏和娘们儿一样。谁说签你了？我什么时候说这种话？我说你怂吧，你还不信，胆小鬼。谁怂啊？谁怂啊？谁怂谁知道。我。头上有爆米花。不用了，谢谢，你自吃。小蜥蜴要回来了。